大家好，我是阿健，今天到公园给黄总和黑总捞活的小鱼。这几天一直下暴雨，都有一点涨潮了，不知道能不能捉到小鱼，就在这里捞吧。黄总和黑总在干嘛呢？吃土啊，黄总，一会儿给你小鱼吃。今天捞到了11条小鱼，有一条死掉了。黄总和黑总迫不及待呀。黄总好馋啊。先把黑总放进去。上一次先放黄总，黄总越狱了。黄总看黑总在水里面，他也想进去了。进不去啊，我来帮你吧，黄总。还挣扎。黄总对我说，有黑总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。先喝点水吧，热个身。今天我来一条条的给他们吃，这一条死掉了，看看谁能先抢到。还是黑总先试啊。再丢一条活的进去，看看黑总和黄总谁先抢到。黑总在干嘛呢？加油，黑总！哎呀，厉害厉害，黑总！黄总想抢黑总的。鱼儿，不是我丢你的，是你自己跳进去的。又给黑总抢到了，再丢一条，加油黄总，不能总是给黑总抢到啊，加油。又给黑总抢到了，黄总你在干嘛呢？还有7条，全部丢进去。哇，好欢呐！他们两个不知道吃哪一条好了，看你们两个谁先吃到最后一条，谁就胜利。加油黄总。黑总又吃了一条，这次黄总好像不厉害呀，总是给黑总抢到了。冠军到底是谁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加油黄总，加油黄总。就剩2条了，黄总加油啊。谁会先吃到最后一条？黄总一，黑总二，大家把弹幕打在公屏上面。这2条吃得这么费劲啊！黄总吃到了，黄总加油啊！这太逆袭了吧，黑总。最后一条被黑总吃掉了，黑总赢了。